念姐荣升奶奶不够一个月，问到她与新抱相处如何，她笑颜好开心，新抱叫我做妈。咪，自己感觉多做个女，又化新抱系从事幼儿教育，实地都会去我开学校帮手。记者问到会否怕与新抱在工作上会有意见不合，家燕姐表示不会，亦不会闹新抱，无需要，我仔女都毛闹。我同新抱已经相处做年级两年，大家都好好，我系无强硬，无专制，自己无系野蛮奶奶，儿系灿烂奶奶。采访罗慧敏摄影林斌妮。